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圣经的故事，是关于以色列大卫王的故事。现在请大家听老师念一次故事。你哪闹都随着不到以色列。古时候在以色列我说有一父母七一季一夕到了那不及昏地若大比地和红国西出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叫做大卫王。会显着道路那位，他之所以伟大，莫以米内莫森阿沃国和亚阿托兹埃努多哈莫吉多恩，因为他从小养成了敬畏神的心。乌德兴蒙希国盖布阿乌苏斯乌德莫迈迈若都是我多拉阿杜顿者，勇敢的心、爱心、创意、好学的心和巨恶扶弱的心。你们说哪个？他小的时候，埃波诺班多比杜基阿海瓦西，虽然上面有七个哥哥，每扎波西说。别说一下到阿摩西内莫出马没有，因为他是父亲年迈时所生，莫那诺尤巴斯古朱奥阿海巴西，年龄兄长有差距。瓦拉梅勒尤布多阿海巴西和亚希外。因此他不能与兄长一起工作。一起做摩拉斯古纳多阿摩西和瓜雷阿乌德之多摩阿德纽黑。后来爸爸干脆叫他每天照顾他们的羊群，往山上放羊。你们说哪会那阿东奥乌努阿希瓦开始的时候，和一大群生活在一起显得无聊。后来，亚布波努和马德努和杰诺维努德羊群吃草或躺卧睡觉，但维苏都发怒后，母牛之后都摸摸牛都喊，他就坐在石头上望天，向上帝唱赞歌。我记住了，哈法我等我等我喜欢迪卡。后来他带了小竖琴配上，呼呼芝麻西，呼呼芝麻西，我住了什么没有哪也等我等我，每天每天。他就练就弹琴的高手。我说那是个马蒂翁的那哦哦红的，我自己做，你还要打米的好，把米吃比多红的好，好把我好啦，马蒂翁。他被推荐为国王旁边的琴手，时常安慰国王的烦恼。阿达维西莫说他苏曼阿基把苏奈恩瓦奥西达带来，以后他又创作数以百计的诗歌。那些奥巴苏奈恩瓦多谁定和以后他越多诺沃登格去做，用在圣殿广场群众前。吟唱，板东那中一支是那那白队，
他还有一个技能，若什么名的独霸金国，就是弹弓高手。后来不经意多摩杜呢，他在看守羊群的时候，那是乌沙多埃西的阿夫恩西西和子摩伊和摩杜和博金哈。发现野狼、狮子、熊等动物常攻击羊群，那些温柔斯摩哟啊，也么埋着机关兽，心里虽然害怕那些动物，啊，因些地诺兽的大多都很活泼，陪我嘛，但也必须设法抵抗。后来有阿休啊，但是做不到八千个时候，阿乌斯夫都笨了。于是他在没事的时候就勤练手上的弹弓，每天每天练习。莫做阿乌斯夫马德诺和他第八千个，我那是阿夫阿乌加本纳，但是阿达得哈。要射哪里就准确地射到哪里。我也是给他背背阿夫恩西西和伊奥兹莫伊打交啊，来做什么哟啊？我打不得，也因此射杀了很多攻击羊群的凶恶动物，天上的老鹰，地上的野狼、狮子、熊都怕他，不敢靠近他了。莫说有一个事，有一次，每次和我小的阿诺，又不懂么？不用我们到会议室和用到我那都他们我们都有多啊。我害怕死，因为三个哥哥们在前线参加抵抗菲律宾军队的攻击，在战场很久没有回家，一些大金啊多么黑，一些就是古纳和达维德啊巴哈菲多德翁希亚把美珠和古怪蒂纳奥斯纳黑。爸爸很担心又想念，就派了大卫带一些礼物去探望。你没有莫小乱的有要服务莫那那有如何没打手机黑带的菲律宾做古里亚文故事两位母母子和马英子。在那时候正好有一个高大全副武装的菲律宾巨人战士叫格利亚，拿着枪向以色列军队面前叫嚣挑战，莫买贝诺莫几乎没有失落，挑一个人出来跟我打，好像我玩不打我和我这顶着住，那说是不可能。如果他打赢，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回去打了一刀，黑带刀一出来路，那就和我一刀刀的分我和规矩什么哟？以色列的军队听到他叫嚣。都退缩，非常害怕。那些大力都大力的，就那么生了。大卫听了非常生气。一些营长，是我爱是弄兵了，哈么好，不必当了去做。说这个没有被神保护又狂傲的人。马德奥米乌斯尼，我来对付。
阿弟，我女儿知道喊我好阿不打，我可以靠神打败他和全部的敌人。你就也请也有水母和鼓励啊。于是他就自行上战场。我阿母每日马脚夫多一时呢，都痛，他不会穿战服。我做买多那些啊，那外衣时候啦，不建议动我的呢。他穿平时模样的衣服，马不木的多一么几么买是一起发度，哈发哦把经过洗，在地上捡了五个光滑的石头，带着弹弓，就十步都到格利亚，就迎战格利亚。马伊萨后来不能到西西，而哈我带着到杀鸡到格利亚，以他弹弓射狮子的技巧，射中了格利亚的额头。那么就威服格利亚，格利亚倒下后，米就阿祖和多埃甘麦斯和带到菲利斯，依靠他的菲利斯军队就全部逃跑了。就各阿布都和黑带到以色列，以色列军队就因此打了胜仗。那么就杀死摩西和大卫的，我也就把混得到以色列。大卫长大后被选为以色列的国王。阿维纳诺摩索达索达索阿吉不不如以色列路的庙，成为当时非常强盛的国家。这个故事是在讲解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大卫王是怎么击败非利士军队，进而被人民选为国王，让以色列变成强盛的国家。那暖暖哦，到随着不到以色列路，我说有要佛莫去一记一时，到了那不记昏的，若大卫的王国时。可以是啊，因在道路那部，无一米的陌生啊，我过后也啊，阿多次一路都哈莫去到后，有的很忙些，国家也不好使不得，莫买买着，都是路到那阿都动作，你陌生啊，我过，也过那半多。比如去阿海瓦西，每次和我是说，别说这大摩西那么做嘛没有意思，我那诺有把那苏扎和阿海瓦西，完了每日有不多阿海瓦西和亚利瓦，于是就莫啥。啊，是古那多啊，莫西火瓜了，知道嘛？都那嘿。你莫说啊啊，可以啦，啊，东我乌侬卡休啊，好啦，也要问那个嘛？都那个接那个么的？但是我有时候我到发都好，没么就好多，么么也么多哈么？我是住了哈法奥东奥东西和地塔，呼呼芝麻西呼呼芝麻西，我住了苏美美那也东奥东奥。我所以那是个马蒂布翁那错奥红的嘿，我自己做一些个奥达维的好，我比起的多很的好啊，好吧，好大马的不忘。阿达维西莫说啦，苏曼阿吉巴斯南瓦奥是阿德埃，拉黑奥巴斯南瓦多西丁
好以后拉越到我等我日子做。本多们阿做呢只是那那白类，若什么名那独把金果，或那国家呢多么独呢？那是无啥多爱惜，阿无用的事事或怎么伊阿莫独何不尽下？那些我们什么啊？一毛买只几万数，阿因为第六数的。大都都很话好陪我嘛，后来我家乡啊，但是做不打我八经个时候，好是不都不能，莫出啦，好是从马天罗好啦，第八经个，我那是阿富汗家本呐，但是打得有下，我也是给打贝贝。阿夫因厄西西或什么伊达泽瓦，来做什么瓦奥达维德？莫说伊那是个，买一只好么小个安诺，又不多么，不然我们都费力苏好，用都奥尔奈都特姆奥么都有多害怕些。于是大清亚多阿莫嘿。伊是做斯库纳奥达维德，把巴哈菲多德翁希亚，把梅佐诺和古古埃蒂纳阿奥斯纳嘿，那么莫西奥拉诺尤阿佛奥莫那诺尤鲁鲁和米达索奇嘿代多费里斯做古里亚奥恩科西。下面我摸着后面印子，买杯那么几毫米十秒，或者我阿不打哦，或恶作的，点着做拿手是不能摸，可以很大力多，很大力多一出来了，那就是我有的对付我好贵几十块哦。那些大的都大一点，就那么死不了。一些人渣，是我爱心那边的哈姆和奥比达的制作，马德奥米乌斯尼。阿德奥诺奥兹多哈姆华布达，米祖亚钦埃尔。有数莫多国里啊，我阿母每日嘛就辅导有数诺诶多痛，莫做买多那西，阿那那话有数好那国生意多莫得呢，莫不得多诶莫寂寞，买是一起发图，哈发欧巴金国西就数不多国里啊。买是阿好大，不能多试试。如何我带着的十几多国里啊？那你做外父欧国里啊？你做阿祖父多一个么？是我黑带多费力士。祖国国啊，不都哦黑带多伊索拉尔？你莫做啥子么事个哦？特别的，我做国混的多伊索拉尔。阿维那诺穆索拉索达索阿吉不不个哦，伊斯拉尔的庙。这个故事是在讲解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大卫王是怎么击败非利士军队，进而被人民选为国王，让以色列变成强盛的国家。今天的空中主义教室就到这里了。